这把左边发育起来不一定打得过右边啊。确实，我感觉这一个死哥后期能顶两个核。早说有这回事啊！我为什么要跟你提这件事儿呢？就等会儿从搜索到打开那个视频，全部都由你自己来做，就我不做，我只在旁边看。哎呦，打起来了！炸弹人过来，给个小炸弹。还是火男的医学，那还行啊，挺赚的呀。火男的医学就很赚啊。左，还能走。哦，你知道你下次你就出现在你会让头的这个地儿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啊，就这么多年我玩英雄联盟，我个人的体验啊，你七杠零了，你不超神，如果你死了，大概率要被翻。啊，还有这回事。然后当时你七杠零的时候，我看你那个单杀，然后你把头让给他了，我就很急，我说你快点拿这个头，不然要被翻。结果那把真翻了。那你下次注意一点，就是你一定要坚持拿到八个头之后，你再开始让。OK。怎么说？小龙被死磕给撑下来了。喂。啊？什么情况？赵爷在逼近。这波架没打赢吗？老鼠，我几个头啊？两个头。不起飞了，金角也在路上啊。怎么说，老干爹也全来了，但是有视野看见。直接上，红鹿咬，哦呦，这控制抵消。那好像没用，这闪现。撞墙，真的装，这个位置要送吗？交闪躲一下牛头 WQ 没问题。这波挺爽。哇，这波奔都反手处理很好啊。但可惜那个闪现。他好像没感觉到，或者是对面爆发有点高级了。哎，啥情况啊？我难想来救，怎么说走到墙这里死得更快啊？顶到墙接 Q， 然后再接 E。兄弟，这波怎么样都不能往厕所走吧？怎么说火炬这个装备，只要不是打野狗都不出。我之前想过这东西。就 AP 出会不会有点用？烂到好笑。后面我想了一下，发现确实不行。真的很烂这个装备。他为什么出这个啊？不知道啊。来了，直接 R 闪 QQ 没 Q 到。哎。啊？这什么月塔？啊？哎。嗯。也还行。结果是好。中路线是稳，老鼠藏起来了。哎，鞋子原地足一下，老鼠 Q 要到时间了呀！先让炸弹人炸，炸弹人再去清线。炸弹人怎么清线去了？别清了，这波中路线直接去炸人啊！这不炸人，这波团咋打呢？得去炸人啊！现在。这中路线主要右边也没碰，来了，炸人就行，交闪现往后拉。小薇没闪，但是没人跟金角。哎，贝尔先没了。看正面，死的位置。死哥给大招，那小薇应该会炸。哇，兄弟，不是炸人来呀、啊？蝎子有踢的，飞机没踢，下路塔白掉。说中路受不了了，直接开大招轰炸，查一下能烫死吗？哦呦，牛头还回力。那这样的话，老鼠我必须要回家。那这条小龙能打，中路放个先锋，别管了。小龙应该有了吧？啊，去小龙，鳄鱼已经好久没吃过线了。中塔应该也能有，摸两下给个 W。啊，拆了。打牛头一套，牛头没大了。掉后，哎，残血的出来，还行，飞机应该报过信息了，就打蝎子呗，红鹿咬咬住，蝎子大刀控制抵消，但左边伤害太高了。鳄鱼穿过来，一换一没问题，因为飞机在免费带。不是早来正面炸人，不是早赢了吗 ？OK， 把炸弹人接过来，让炸弹人炸。
双面具的炸弹人，在正面丢东西就行了，搞个就放个翼，把路口一封，然后炸弹随便丢，大招也可以，说实话大招也可以甩，这种装备的炸弹人不用非得甩那种中心大。OK， 先把牛头炸死，回头看小龙，没问题，再往前走，逮到老鼠了，哎，但是鳄鱼吃的头。但只要这波团赢了就行啊，飞机这位置也没有危险。交闪拉一下。老鼠在这干嘛？他一个人，他想从后方切入。不知道。不，三项无忌吗？右边也没啥人能威胁他。哎。红鹿咬咬了蝎子，那就操作不了了呀。这波真的装第一时间是没意义嘛？面开大龙，但是被接住了，老鼠毙了也可以踢过来。我说炸弹人炸一下，能进大龙里面吗？没进去。老鼠也是踢过来的，死哥直接唱大招，牛头 Q 闪没打到。炸弹人炸的同时，左边其他人还不能被对面打，要求太高了。现在很拉脱，也是一炮没中。怎么说？炸弹人还在甩炸，甩狂甩，前面往前面扑个翼，炸到一下死哥还行。有人绕后了，有人绕了，还行，真的装在这边。单防有感觉，但是被团开起来了，对，直接过来秒老鼠。我知道啊，前走了一只，看一下后续，后续森明也被秒，三打三，大黄，死哥还活着，走吧，死哥没大了。然后这死哥他正面打，死哥死了他们也很难受，然后炸弹人没蓝了。选了一块石头，想过来杀蝎子。红鹿咬破盾，伤害有点高。老干爹，这波就没在一块儿，但我觉得蝎子也没问题。现在飞机伤害应该，但他没火炮，他不好 A 到右边的后排的人。出的是盾弓，所以他为啥出盾弓？他要怕对面偷。我觉得引魔刀效果会更好呀。哎，真的装，直接开大招咬了蝎子，别接火蝎子啊！哎，闪拉逼个闪，哇，老鼠这样射爽了，森明要死了，要被毒死，坏了，中二没，对一下中塔，感觉没的不只是中二，拦一下位置，老鼠已经拆完了，正面其实还可以打，选择先稳一手，哦，这波辅助死了没视野。直接交替，你说鳄鱼也踢中路了，先帮队友抢线，然后他要只能肉身探过去了。鳄鱼 ，OK， 肉身探过来，看龙没了。哎呦，啊，这么快啊！还没有留人。炸一下哦。真的装自己在下面转起来了，然后找老鼠的位置被老鼠点走了，死哥直接先唱大，有军团盾，但是还有后续的，哦呦，森明开进去，怎么？炸弹人接大招，但是也没有后续了，飞机没跟上，第一时间，感觉产物是不在一个层面上啊。哎，不过这波，装鳄鱼站出来了，鳄鱼真的装，打不过吗？被闪现拉走了，要被毒死。被毒死了。哎，再回血。回血。没用。还是死。就一块石头。老鼠有 TP， 踢到下边来。老鼠也踢过来了，怎么办？画风咋不踢走啊？他们两个如果 TP 的话，感觉都有机会走。虽然没有特别大吧，但是有一点。海草都出起狂妄来了，蝎子直接拉逼个中亚出来，哎，这个位置有说法，这个位置五秒，
飞机这波伤害打得挺高的，分割了。飞机再来，飞机过来，旁边有个老鼠。喂，老鼠。喂，老鼠要撤婚，死哥占个大招，全要炸死吗？呜、哦。你还在想办法？知道没办法了，感觉。哎，大龙唯一的一波机会了，但这走过来之前已经没血了，死哥还没唱大的。少爷，喂，烧烤！此刻再唱个大招，老鼠复活甲起来，对面人全死完了。飞机人呢？没了呀！一下就没了。老鼠摸两下就没了。关键此刻还有个大招。记得今天是有个那个是吧？哪个？就是 RNG 这把输了，就确定进 B 组了。感觉该进，玩成这样真该进 B 组。玩成这样，早点放假也行。那俩什么前两天刚打完？说老干爹打对啊对啊对啊是啊对吧，这已经是第二把，就是循环的第二次，而且第二轮就是他们这个组其实老干爹还算是可能没有说特别靠前的，他们应该排在第三的老干爹、嗯、现在他们两个碰到了就没赢下来，那后面他会遇到更强的，我就会调整一下吧。